疫情之下，旅游业界缺少了旅客，经营方式亦要改变。近日昂平360就追上了元宇宙热潮，推出了360度元宇宙初体验，吸引本地市民到访。市民只要浏览他们的网站，就可以在虚拟的昂平市集里面欣赏缆车、市集以及市集里面的壁画、菩提树和祝福谷。